我家航空 Byline 无预警停飞，不仅害苦于一名乘客被放飞机，迫于无奈花大钱改航班，损失惨重，受害的还有 Byline 数百名员工。突然接到通知，清空办公室，连保安也被拖欠薪金两个月。一觉醒来就失业，有人哭，有人慌，无语问苍天。难怪连交通部长陆兆福也发火，炮轰该航空公司老板太不负责任。